你是哪个国家的？法国人。法国人呐。法国人，哎，法国人啊。啊，我是兰州人。啊，这个是。哎呀，这我的啊。我给他拿去给你找了我。哦，你光给你钱的地方，你拿去去买钱呗。啊，不是我回事儿，同安同学。 照日月光 ，OK。这样。Go！ 作为一个有高度的人，还敢多说日月光不光彩？在做好今年的同时，苏格六子。还是我妈妈不中我气。我这杆太差了。 都是这点香哦。哎，要得要得。两个坨坨公主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是我的梦的家庭，我想想象的家。当然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爸爸妈妈上班去做，然后没得好。